总结好。阿嬷虽然好几个月没有来了，但是我们的照顾者做得非常彻底，口腔清洁做得非常彻底。看来这边看的结果是牙菌斑非常的少，口腔里面几乎都非常的干净。那非常感谢这个照顾者。我姓江，我是他女儿。他女儿是照顾得非常好，把口腔照顾得非常彻底，所以来这边他几乎没有什么计划性的蛀牙，牙周管控非常好，几乎没有什么牙结石、牙菌斑。所以很感谢他女儿在这口腔照做得非常干净、非常彻底。我们的养护所也是帮忙很大。我们这已经换第六家养护所了，这个养护所非常的尽责。养护所他们本身在口腔方面也是照顾得非常好了，所以他是整个看起来，你看他身心状况其实都蛮健康的，比较没有比较不会造成那种什么胃炎性肺炎、吸入性胃炎，那身心管控都非常好。OK， 好，谢谢。